香港男性平均寿命高达 81.75 岁，女性则更是高达 87.53 岁，堪称全球最长寿地区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看到最后将颠覆你的认知。请点赞关注不迷路。香港人注重禁烟，吸烟是造成各类疾病的元凶，而香港人普遍认识到这一点，积极抵制吸烟，使得香港成为一个无烟的净土。饮食清淡也是香港人长寿的秘诀之一，他们爱吃新鲜蔬果，注重膳食的均衡和营养的摄入，避免过度油腻和高热量食物的摄入。香港人还热衷于煲汤，煲汤不仅可以滋补身体，还能帮助排毒养颜，延缓衰老。香港人常常将各种食材炖煮在一起，慢慢熬成浓郁的汤品，让身体得到全方位的滋养。除了饮食，香港人也非常重视运动，无论是晨跑、瑜伽还是健身房，他们都积极参与各类运动活动，保持身体的活力和健康。香港人也非常重视体检，他们定期进行体检，及早发现潜在疾病，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，以确保身体的健康。情绪控制也是香港人长寿的重要因素，他们注重内心的宁静与平衡，通过放松、冥想等方法来舒缓压力，保持心情愉悦。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长寿的生活，快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吧。